杜老板，哎，今天真是打扰你了。哎呦，以后都是朋友了，说这些话干什么呀？您这么爱结交朋友，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吧？你是警官，应该之前帮我查过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在年轻的时候跟这一帮朋友做过一些不干净的事儿。不过现在人老了，所以呢，喜欢多交朋友，广结善缘。我不跟你假装，跟警官假装也没什么意思。 杜老板现在说话做事都这么坦然的。哎呀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。来吧，有什么事儿找我呀。我还真有个事儿。这多年前您且名下的海边儿片农地改成商用地，是柳红岩帮您办的。是啊，尤其是这一年，哎，这个柳红岩是越来越神通广大了，所以我这次找他帮忙还真是用对了人。不过冯警官。 你千万不要耿耿于怀啊！柳红岩不管用什么手段取得的这些土地，现在它都已经合法了。我明白，我也不是金灯科的。您还有别的问题吗？那您之前跟柳红岩关系这么好，他之后为什么要暴露您供给他帮的事儿？柳红岩可能是想做英雄想疯了吧。 吃点东西，没问题。你觉得杜老板有问题吗？城府太深了，没问出什么东西来。那你还要来？我得先见到他呀，才能了解他，才能知道说话的真假，什么事儿是他做的，什么事儿不是他做的。哟呵，那你分析出什么来了？这才一回合，着什么急呀？ 哎，你说柳红岩这丢失的手机里，如果有线索，会不会就是我们找到这些什么地产啊、农业地的证据啊？手机啊，不用想了。我跟周晴分析过了，手机之所以会丢，不见得是凶手的犯罪证据，有可能是凶手在柳红岩车上的痕迹，比如说跟柳红岩的聊天记录，带柳红岩车上的照片啊什么的。所以手机里的线索啊，应该是这个。 已经对我下手了。怎么了？看不清了。这个人是半夜把文件投进电视台民意举报箱的，本来就黑。但是这个背影，我看着好眼熟。 你在哪儿见过？好好想想，能不能通过连接其他的监控视频来确认这个人？小王去对比了，也没什么发现。也是，电视台这一片没有监控的小路太多了。冯老，嗯，你怎么想的？ 我觉得吧，柳红岩的死，赵怀林是有杀人动机的，对吧？对。可是现在突然冒出人要曝光赵怀林的犯罪证据，这我就纳了闷了，谁要曝光他呀？正常逻辑来看的话，曝光他的人，他进了监狱一定是他获利的人呀。还有他的敌人。哎，马队，赵怀林还是柳红岩案最重要的嫌疑人，还得查他。查他。
感谢大律师，这抽出您宝贵的时间来接受我的咨询。嗯，请问吧。这柳红颜出事当晚，他那聚会您怎么没去啊？我为什么要去啊？我跟他的关系很一般，他的局我没必要非得出现吧。我劝您呢，好好配合。我们警方了解到的情况呀，比您想象的多多了。现在每天两拨警察在看着我，他们不但查我的账，还在查我和柳红颜的关系。不瞒你说呀，柳红颜的死啊，很像你的手法。我知道你想多要钱，但是做人也不能太狠了吧。跟你们说吧，本来我是打算去参加的，不过那天有个案子需要我做，再加上我侄子临时借走了我的车，我就懒得动了。是的，有一点我很奇怪，我这个没参加聚会的被你们调查，那些参加的怎么不去问问？不，这大律师话里有话。您看，是这个人向您借的车吗？嗯，他是您侄子，叫什么？赵旭南。他向您借车干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不问问？我可没那么八卦。那他现在在哪？你们要干嘛？这有他什么事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是我侄子的律师，如果你们恶意骚扰他，我会告你们的。请问他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。什么态度？生气了。大律师，柳红颜事发当晚，您除了给您侄子拿个车钥匙，还出过门吗？你们不是有监控吗？到时间了，那我们走了。那您就慢慢喝茶，我们走了啊。慢走。他开始打雪兰的主意了。逼人太甚，我想拼一下，这样的话太被动了。当然被动，笔记本你都能弄丢了，不怕把我们的命也弄丢了吗？嗯。Thank you.
我等着。这个赵旭南找着了，哎，马队，人现在在海边的一个仓库里。马队，仓库啊，我觉得吧，也许赵怀林侄子这个事儿并不重要。现在是看不出来什么，冯浪，你怎么想的？我觉得吧，假设赵怀林就是咱们的嫌疑人，他有没有可能指控他的侄子去做一些什么事儿？监控显示，这个赵旭南开着赵怀林的车去了北郊了。他去北郊干什么呀？出了城就没监控了。我们直接找赵旭南问问得了。嗯。马队、冯队，有个事儿啊，我们正在调查的那个赵旭南，一队居然接到举报，说他贩毒。什么？我去，这么巧吗？哎，你们根据信号定的位置准确吗？准确，没问题。走吧，走。走。奇了怪，先是赵怀林的律师事务所被匿名举报，现在又是他侄子被匿名举报贩毒，这跟咱们设想的不一样。是啊，怎么回事？哎，马队，这有没有可能是恶作剧啊？不管是不是恶作剧，先找着他再说。有点意思啊。嗯。俊南出事了，说是吸毒，这明显就是栽赃，俊南肯定不会的，是匿名举报，你别怕我，你听我说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俊南捞出来的，你放心。看来他是不打算收手了。我的人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你一句话了。明白？敢动我们赵家的人，就让他死。休，赵大律师，您这律师事务所都停了，还这么忙呢？分大神探，感谢你把我这次照顾得挺好的，改天。我安排你一句。拉倒吧您。您这话呀也太危险了。怎么了？怕了？能不怕吗？你们赵家也太霸道了吧。
看来冯警官这次盯上我们赵家了。我得罪过你吗？大律师说这话可就跌份了。要不是你们叔侄两个干点什么坏事儿，我哪有时间管你们呀？哎，年纪轻轻学点好。这次没查出来，你叔能保你一次，他保不了第二次，知道吗？以后出门看见我躲远点。快走吧，再不走呀，露馅儿了。快走。大律师，问您个事儿，您是杜成义的御用律师，那怎么就帮柳红颜出头了呢？每个人都会自保，不是吗？常来啊！喂，你想什么呢？他们三个是个小利益集体，柳红颜、赵怀林集体揭发杜成义。柳红颜要死了，赵怀林现在官司缠身，我们呢，该好好查查杜成义喽。哎，你腿那么长，走慢点。哥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不会有意外，很快。既然非要鱼死网破，那就得看看谁的手腕更硬了。好，杜总，我哥打电话骂我了，说我那么做太过分了。这样，我重新拟了一份合同，四六分，你六，我四，怎么样？有诚意吧？怀林啊，你既然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必须得给你这个面子了。其实我跟你哥呀已经合作很多年了，你哥还是很相信我的。啊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啊确实是有些误会，我希望啊，我们能够不计前嫌，咱们继续合作，好吗？大家一起赚钱，友谊才能长久嘛。没想到柳红颜的死倒成全了你我，完美。柳红颜的死呢，咱们都不要提了。咱们签约。啊，明天下午我在事务所见。你怎么没睡啊？哎呦，马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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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柯氏来了，我有重大发现。说。大爷，大爷，哎，接电话，给电话找你，接电话。冯浪，哎，马队，哎，你也没走啊？赶紧说。我昨天晚上研究成立集团资金出入材料的时候发现，杜成义根本就不是时不时的给李红颜打钱。我们之前就是确认杜成义，但是我们忽略了打钱的结构。杜成义把农地变成商用地之后，每个月都往国外打钱，但是中间空了两个月，这两个月发生了什么？楼盘塌方，楼盘塌方之后两个月又继续打钱。所以啊，我推测
这三个人是把农用地变成商用地之后，杜成义给他们俩打钱，但是杜成义觉得那事情结束了，我不用遵守诺言了。于是柳红颜联合赵怀林把楼房塌方的事物爆出来，给他下马威。那杜成义能忍吗？他忍不了。所以啊，这个杜成义有杀人动机啊，他想摆脱他们两个。太对了，也解开了我心里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有人举报赵怀林和匿名举报赵旭南，就是因为有人要搞死赵怀林，不让他翻身。于是柳红颜死在他的手里，接下来就赵怀林了，对不对？耶！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。我们得先有判断力，再跟着这个方向去找证据，对不对？对。先找杜成义。是。老板，咱们就这样过去，没有问题吧？他约到他的办事处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有诚意的。毕竟是个繁华的地段，他应该也做不了什么事情。赵怀林不会有什么额外请求吗？哼，他做了这么多事，无非就是求财。说到这个钱啊，我已经给他多一分利润了，他应该知足了吧。抓那伙贩毒的人把赵群南给供出来了，说他经常在他们那儿买毒品。这贩毒的案子用得着这么二队出警吗？
是啊，一队的人已经去抓了，不久啊，赵旭南就会被绳之以法了。你跟我说个什么劲？冯浪，哎呀，冯浪，你给我打起点精神来啊！你可急死我了，这一天天的跟个大苦瓜一样，没劲。办案嘛，苦瓜就苦瓜呗，你嬉皮笑脸的有什么用啊？那你原来还都嬉皮笑脸的呢。好了，你们俩别闹了。哎，马队，我刚让局长骂回来。局长说咱们对柳红岩的案子失控了。冯浪，你振作点，到底有没有什么新发现？近三年，已经有两个赵怀林案件的当事人离奇死亡，但没有物证，没招啊。看来这个赵怀林是制造意外杀害的高手啊，这是他一贯做法。哎，对了，杜成一家保镖查怎么样了？哈哈，断头领，当年道上的兄弟，如今呢，只有你来看我了。看来我们没有白磕头白跑的。怎么，后悔了？想重新跟我？我现在没实力了。我女儿失踪了，这还没有寒暄呢，就开始介入正题儿，我好不习惯呢。我想找小天帮个忙，那你赶紧去找吧。但是你得跟他打声招呼。冯队，马队，冯队，你让我调查的那些保镖里确实有一个有问题，可那个人不是保镖，是杜成义家里这两天雇佣的一个保安，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，这是证词。监控录像证明他去过杜成义家的停车场，我们审问过，他也交代了，就是他自己放炸弹炸伤了杜成义。什么？这个明显是买凶时交代好的证词，有他妈屁用！我去看看，我马铁林就不信了，我看看他嘴有能多硬。徐楠，那几个人把你供出来了，证据对你有些不利。这几天在这好好待着，哪里都别去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因为这个事，你爸都要从美国赶回来了。我是杜成义的一个男子，还有一个笔记本在我手里。他值不值钱，要看你怎么处理他。一千万，或者是刑罚，你选吧。嗯，可以。痛快。那就约在杜成义的建筑工地，感觉我比较熟悉，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。对呀、啊，我是真的捋不出头绪了。给你放几天假？嗯，那我也要。你想得美。我怎么就想？
啊，对，杜成义已经离婚的爱人李殿梅从美国回来了，因为财产的事儿，所以三队都被打翻了。现在要见你。马队，你就是马队人吧？马队，我是杜成义的老婆，我叫李殿梅。我们是假离婚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杜成义的老婆，我们是假离婚的。哎，大姐，慢慢说，不激动啊。哎，慢慢说。我们很好的，我们就是假离婚的，他每年都会给我打很多钱的。慢慢说。看你桌子乱的，你找彩票吗你？我放哪儿了？我记得我放这儿了。你找什么呢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找一个资料。哎，这呢。我啊，之前查赵怀林资料的时候啊，听说过这个名字。那，齐菲菲，柳红颜的女儿，徐成，赵怀林的保释律师，还有就是李殿梅。他们三个呢合伙开了一个公司，我之前也没太注意，因为我找不出他们三个之间有什么联系。那现在明白了呀，既然是假离婚，那么这个他们三个又合伙开了一个公司，那开公司就一定会有业务往来啊，业务往来就会有纠纷啊。什么公司？药品研发公司。药品研发。你有他们那个业务往来资料吗？在这儿呢。哇塞，方队赚的钱超乎你的想象啊。哎，但是这个公司这么多年只跟一个企业有合作，夏城民企制药厂，而这个厂的董事长赵怀山。赵怀山，赵怀林的哥哥。怀林，笔记本的事怎么样了？快搞定了。好，带我去见我儿子。啊。声音。